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组呢，是甜点手推车。好，这个是它的包装外盒。那这一组呢，适合大概3岁以上的小朋友来使用，而且呢，它不需要装电池哦，哈。那这个就是手推车，哈，小朋友呢可以这样子推着走，而且呢，这个拉杆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哈，这样子推着走。那里面呢，就是可以装他们小朋友喜欢的物品，哦，那这里面装的就是这一些甜甜圈的一些物品，哦，这个拿起来的话呢，小朋友可以放自己喜欢的玩具啊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它里面的内容物。它有一台迷你型的收银机，哦，这个收银机，那它这个卷轴呢可以旋转，哦，显示不同的那个价钱，上面可以显示不同的价钱。那这个收银柜台呢，打开来它也会打开，哦，这个抽屉可以打开来的。然后呢，它还有附这个很可爱的甜甜圈，哦，有没有很可爱，很想咬一口，很仿真哦，哦，你看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很美味哦。然后还有夹子，哦，可以夹着取用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这个包装盒，那小朋友呢就可以假装购买啊，然后把它装在里面。好，那这里也有附这个钞票，哦，钞票呢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柜台里面。很多元有趣的甜点手推车，小朋友赶快来玩哦。